2018年10月中，我即过以色列。那时候，俄夫林弟兄与同安的弟兄姊妹们照顾我。我是日本彭田纯纪弟兄。现在我要唱，唱的内容是2020年8月8日，亲爱跑爱的一杰林弟兄，他的讲话，这是那年的目标，脱贫攻坚。前提脱贫攻坚。2020年8月8日，亲爱跑爱的与杰林弟兄，他的讲话就是那年的目标，脱贫攻坚，前提脱贫攻坚。